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所写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梳理了中国各朝代历史制度的优点和弊端。钱穆认为，中国古代既不封建也不专制，我们不能针对某个朝代的制度弊端来攻击整个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脱胎于钱穆1952年的讲课稿，被看作是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书中从政府组织、考试制度、税赋制度和兵役制度四个方面，分别梳理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的优点、流变和得失。钱穆认为，政治制度是不断变化的，是有渊源和流变的，所以在评价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时，不能片面，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钱穆的少年时代见证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他对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的同时，也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意识，这使得这本书有一定的价值偏向，比如他对唐代的推崇以及对清代的批判。尽管有这些局限，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先来说第一项，政府组织。要讨论政府组织，最重要的是看政府的职权分配，这就将问题浓缩到两点：第一是皇室与政府的职权划分，第二是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我们先来看看皇室与政府。我们知道，秦实现了全国统一，中国这才开始有了统一的政府。政府与皇室分离，不再是西周时期的家天下了。西周时，天子的儿子是天子，诸侯的儿子是诸侯，卿大夫的儿子也是卿大夫，都是世袭的。但到了秦汉，除了皇帝可以把职位传给他儿子外，政府里就再没有第二个职位可以世袭了，这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在皇室与政府的关系上，钱穆认为唐代做得最好，一个原因是三省六部制形成了一个有效有力牵制皇权并且需要彼此合作的系统。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唐代的政治意识也有了相当大的进步，这就要提到汉代的部族。汉代的官名有很多脱胎于贵族的管家名，如九卿中的太仆一职，名义上是管车马的，光禄勋名义上是皇帝的门房。而唐代的六部制则是把官名和职责搭配得当，吏部是管官吏的，兵部是管军事的，这才是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而不是皇帝的管家仆人，这是政治意识的进步。唐以后的宋明清无论有没有宰相一职，其实都是在唐代三省六部制的框架下进行改动的。再来看中央与地方，这个归根结底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力量比重的问题。钱穆认为这一点汉代要比其他朝代更好。汉代实行郡县制，郡长官和中央的九卿享受同等待遇，可以直接任用管理下级官员和百姓，整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和我们现在提倡的扁平化管理很相似，地方长官有比较大的自主权，中央和地方力量相对比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而唐代开始中央集权，地方长官权力被分散，到了宋代，为了防止第二次陈桥兵变，直接用中央官员替代地方官管理地方事务，地方收入全部收到中央，导致地方上毫无力量，首都一旦被攻破就是亡国。明清时期派到地方的巡视官更多，官都去管官了，还有什么官去管理民生呢？这是地方政府，钱穆更推崇汉代的制度。说完政府组织，我们再来看看考试制度，也就是选拔人才的制度。汉代实行察举制，是考察推举的意思，地方上或者其他政府官员向中央政府推选人才。而唐代在人才选拔上的优越性要归功于科举制的正式设立，科举制广开大门，除了商人工人之外，百姓可以自由报考走上仕途，唐相对于汉是一个大进步。科举制的效果不错，宋明清也都延续了这个考试制度。宋代科举与唐代相比有一个大进步，就是解除了商人工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全社会都可以自由报考。宋代重视文人士子，使得文化氛围能够在唐末乱世后得以快速复兴。到了明代，科举制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八股文。钱穆认为八股文的本意是好的，这种限定严格的录取标准更能够客观地选拔人才，没想到后来不断僵化，考生只钻研怎么写好八股文，思想被束缚，视野也被局限了。而清代的科举考试被钱穆称为一种对汉族的愚民政策，政府中开放给汉人的官职只有满人的三分之一，汉人即便考中了进士也很难被委以重任，
科举制只是个用来维护稳定的花架子。就是因为明清的科举制度太坏，唐宋科举制的优越性就更加突出了。在第三项税赋制度上，钱穆认为唐代还是稍胜一筹，因为唐代的政策理想更高一些，在政策上既不让百姓太穷，也让百姓有追求更多财富的自由。在唐代初期，对于每一个穷人，政府都分给耕地，在保证温饱后再进行收税，有点类似现在的低保户。另外商业都不收税，有钱的百姓可以自由发展，赚更多钱。在钱穆看来，汉代就不如唐代了。首先，汉代的税赋制度没有注意到下层的百姓，没有类似低保措施来防止百姓过穷。另外，汉代会限制百姓赚钱，不让百姓太过富裕，那些容易获得暴利的行业，比如盐和铁，都不能私营。也就是说，汉代不允许百姓过富，也不能保证最穷的人的生活。这样虽然限制了社会分层，但不利于共同富裕。宋明清在税制上也没有新的突破。总的来说，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的税赋制度更高明一些。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兵役制度。唐代之所以更好，是因为开创了一种新的兵制，全兵皆农。也就是说，军人全部都要下地种田，不能无所事事吃粮饷。与汉代的全民皆兵比起来，这样不仅省钱省劳动力，军人还能创造财富。明代也很好，在武力方面的成就不亚于唐代，实行的也是类似的兵制。而宋代的兵制在钱穆看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宋代并不是统一的王朝，开国后打了几场败仗，国防精神一直都是防御性的，养兵太多还不敢裁军，重用文臣却不敢重用武将，结果花钱不少，军队战力却不够了，成了一个因为养兵而亡国的朝代。总的来说，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都有得与失，但钱穆更加推崇唐代。唐代是一个转折中枢，在四个方面的制度都有所开创和建立。汉代可以说有自己的制度，宋代更多的是沿袭唐代，没什么创新。明代的制度很多为中央集权服务，而钱穆认为清代则没有制度可言。这里要提到钱穆的一个看法，他认为政治的建树是有制度和法术之分的，法术是出于私心的各种手段，而制度则是出自公心。清代的军机处、科举制都是出自私心，是用来维护满族统治的法术，而不是制度。那么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封建和专制的政治吗？钱穆给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是。封建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封邦建国，指的是帝王把爵位、财富、土地分封给亲戚或功臣，建立分封国，守卫中央。随着秦统一六国，封建制度就瓦解了。后来封建被引申出其他意义，指的是特殊权力财富由特殊人所有，我们可以理解成人是有等级之分的意思。今天我把天下分成了19块，分给你们，跟随我共同推翻秦朝的弟兄们。而钱穆认为，历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实际上在一天天的趋向平等，等级的概念其实在不断弱化，这在选官制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唐代以前的魏晋南北朝看重出身阶级，把一个人的家世门第作为标准来评定这个人能担任什么职位，但是从唐代开始，科举制的建立，通过考试选拔官员，门阀贵族的特权也就没有了。唐代前期工人和商人曾被官场歧视，到了宋代就都可以参加科举了，政府政权完全开放。这种不论阶层的开放性一直延续到清代，今天也是如此。总体上来说，这使得阶层逐渐平等，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平铺的社会。因此用封建等级来说中国社会，在钱穆看来是不合适的。而专制就是独断，大权归一个人或小集团所有。在中国，专制表现为君主专制，中国古代皇帝总揽一切大权，实行专制统治，这似乎成为许多人默认的常识。然而在钱穆看来并非如此。首先，从汉代到明代，中国都是士人政权，也就是读书人组成政府，宰相是政府的首脑，军权也一直受到相权和政府的牵制。拿唐代来举个例子，唐代皇帝是怎样下达最高命令的呢？唐代中期，在三省六部之上开辟了一个机构叫政事堂，
成为中央最高机构。宰相们在皇帝要下诏书之前先举行会议，同意之后在皇帝签字的诏书上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这个诏书才能执行。如果一道诏令没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是由皇帝直接发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违法的，下面各级机关都不承认。唐中宗曾经有一次不经中书门下直接给人封官，自己都觉得难为情，不敢用正常形式装诏书。被封的官因为没有经过正式手续，被一般人看不起，像是走了后门一样。由此可见相权对皇权的牵制，皇帝想光明正大地处斩一个人，还是需要刑部核查，这样的制度很难说得上是专制。前面我们说过，政治制度是不断优化的，明清没有了宰相，各个政府部门都被皇帝握在手中，但国家也有制度也有法律，皇帝一人的意志并不能决定一切。钱穆认为，中国的古代政治并不全是君主专制，从汉代开始，军权一直被相权或多或少的牵制，皇帝的意志也受到制度和法律制约。中国的传统政治也不是封建的，各朝代都走在限制过度富裕和废除特权的路上，科举制更使得社会阶层一天天的趋向平等。著名的汉学家马悦然说，钱穆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你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钱穆的理性、开放、循循善诱和他的民族主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为你介绍到这里，视觉化阅读，让读书变得更简单，请挥视读。